陳偉議員。係，多謝主席。主席，頭先我講到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宣傳嗰部分，基本法嗰部分嗰個嘅刪除，唔係政制內地事務局，即係嗰部分嗰個刪除嗰方面嘅開支啊。咁就最後想補充一點，啊唔係有關嗰個論壇啊 ，sorry， 唉，太多嘢了。頭先嗰個即係泛珠三角嗰個論壇咧，即係最後想補充一點咧，就係即係睇翻你第九屆嗰、那個即係研討會嘅結果同埋有關嘅即係共所謂嘅共識咧嚇、啊，基本上係明確睇到，即係有關個決定咧都係內地嘅利益或者整個泛珠三角嘅需要同埋利益，完全係凌駕或者係將嗰個利益就等同。啊！香港嘅利益，咁所以呢個咁嘅思維咧，絕對唔應該呢個支持，因為即係做完呢部分之後咧，跟住即係香港嘅官員咧，關於負責規劃策劃嘅官員咧，啊，特別你家下俾即係呢個梁粉，即係呢個陳茂波負責呢個發展局咧，咁必然即係香港規劃署咧，就要按呢一個嘅共識咧，係執行同埋係。帶領香港嘅規劃啊，咁呢個被規劃嘅情況帶嚟嘅惡果咧，我相信係災難嘅。咁所以基於呢個理由咧，我哋絕對唔應該支持啊，其實應該要反對同埋即係要禁止香港啲官員咧，就算你喺內地籌組呢啲會議都好咧，都唔應該參與。咁關於呢個會議，呢710萬即係冇理由香港人付抄係嘛？即係我留翻呢700多萬買啲豆豉鯪魚俾啲老人家都仲好啦，係嘛？即係冇理由香港人付鈔咧，就俾你啲共幹喺度表演啊！跟住所有啲即係結論詞句咧，全部都係呢個嘅共產黨嘅術語，咁所以理應加以呢個反對。冇乜人留意呢個問題嘅主席，真係我越睇呢一個情況咧，就越即係一步一驚，一步一驚心，即係覺得咁落去嘅話咧。即係香港嗰個淪亡咧，係不遠。嗱，跟住下一個我就呢個修正案795，主席，呢個係涉及刪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4削減3984000。呢個削減係大約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外調。補助津貼嘅全年嘅預算開支，嗱，主席呢個係個邏輯思維一致嘅，係嘛？咁我唔長篇大論啦，因為先前我已經即係強調，即係反對呢個嘅內地事務部繼續開咁多辦事處喺呢個內地，啊，覺得佢冇用冇成，咁所以因而呢一個津貼咧，理應係一併呢個刪除嘅，係嘛？你刪咗去內地事務部。即係其他地區辦事處冇理由呢一個嘅總目呢部分咧係繼續存在，因為有翻呢一個嘅項目咧，主席呢、這個外調補助津貼咧係發放俾一啲住喺香港以外嘅地區啊，咁即係喺外駐任期結束後咧調回香港嘅公務員咧，即係以補償呢啲公務員。因職位調動、起居上嘅改變而引致嘅雜項開支嘅，咁呢方面嘅補貼咧，一般嚟講個津貼咧，就一般嚟講喺外調回港之後咧，係一筆個形式咧係發放。咁而呢一個嘅按現時嘅政策咧，即係對於有家屬陪同嘅已婚公務員，外調補貼津貼嘅津貼額。就為呢個總薪級表嘅中薪級表中嘅頂點嘅60%，或者嗰個人員嘅嗰個實際薪金嘅100%，以兩者較高為準，係啦。咁對於呢個未婚嘅即係公務員咧。或者冇家屬陪同嘅公務員咧，個津貼額咧就係上述金額嘅50%，即係有曬有規有矩有曬機制嘅。咁但係呢個數字嘅上升好犀利嘅，主席啊，呢個數字嘅上升咧，可能基於呢個人數不斷上升咧，即係
睇翻過去多年嗰個嘅升幅咧，即係令到香港好多老人家唔見咗好多罐豆豉鯪魚嘅。希望黃國興咧多啲關注呢啲問題。嗱，呢個外調補助津貼咧，2011-12年就169萬，2012-13年就去到200萬，2013-14年就跌翻到169萬，但係到今年咧，今年嘅預算咧就升到398萬啊！咁呢個升幅係驚人嘅，咁咧就預計差唔多每一個人咧平均咧係可以攞翻30萬嘅津貼費嘅。咁呢個職位有啲係政務官啦，係嘛？即係有啲係其他級別嘅公務員啦，包括呢個即係貿易啲負責貿易啊，同埋負責入境啊嗰方面嘅官員咁。咁所以咧就應該一並刪除。我先前都提議過咧，你用呢個網站嘅服務啊，或者熱線，或者好似早前啊長毛建議，即係 Doctor Roof 嗰啲咁啊，幾好啊！打電話問功課啊，即係人哋嗰個性諮詢都可以透過電話問啦。呢啲咁嘅服務絕對可以啦。Doctor Roof 喺我個年代好出名嘅，可能呢好多議員唔係好熟嘅。咁啊，一個好出名嘅猶太即係老婆婆，即係喺電話裏面咧係解答好多即係性問題。主席，就跟住落嚟嘅係修訂案783啊，進度快速啊，主席。咁就呢、這個係梁國雄議員提出，就有關呢個削減分目000將總目144削減1600萬，呢、這個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用作推廣基本法。全年嘅預算開支，哇！推廣基本法一年1600萬，你跟住另外其他啲推廣又一筆，另外呢一個又一筆。喂，大佬，你早前有冇睇新聞啊？有個基本法乜研討會，原來完全全部去食飯嘅，根本就請食飯啊！咁佢有啲可能係即係香港政府出啦，有啲可能係區議會透過區議會出啦，有啲係透過有啲嘅資助出啦，係嘛？即係商討區議會就。即係蛇齋餅種化，民建聯最叻啦！真係呢個民建聯 number one 蛇齋餅種，即係呢個出啊！咁其實叫民建聯推廣基本法咪得啦，慳翻啲錢啦，公帑真係可能都係用公帑噶啦。民建聯一幅畫都籌1300萬啦，大佬真係。陳飛議員，你而家係第29次發言，所以請你唔好離題。主席，我冇重複噶，主席。你唔好離題。我借題發揮啫，主席。借題發揮都係離題啦。咁有時啲信都向你盡訴心中情啊嘛，主席。嗱，主席講開呢個基本法呢1600萬咧，即係其實係浪費嘅。基本上好多時你而家每日特別最近嘅政改嘅爭論，喺大律師公會有公佈咁啊，即刻頭版，跟住咧就啲電台電視台係咁播，跟住咧啲烽煙節目、啲研討會啊、座談會啊，喂。呢啲咁樣嘅討論，透過新聞嘅傳播，絕對比你呢個嘅政府嘥1600萬走去搞呢啲咁嘅咩基本法推廣，好過100%啦，更加有趣味性、有爭論性。你要市民關注個問題，個問題係有趣味性、有爭論性，啲人先聽嘅啫。哇！你依書直說係嘛？即係。我早前都唔知行過邊一度，跟住咧有啲展覽又話基本法有啲嘢喺度，咁都行過冇人睇嘅。咁你話有啲筆攞，頭先咁有啲筆攞，係啊，即係以前我都見過嘅，有啲咁嘅推廣節目咧，跟住有啲問卷俾你填，你填完之後或者做咗某一啲嘢咧，就有啲紀念品送俾你，係嘛？即係基本上啲人就為咗攞個紀念品，即係而去做某啲嘢啊。咁所以即係你用呢啲咁嘅方法。唔係你不如即係叫呢個嘅啲團體啊，或者叫啲嘅學者啊，或者即係啲保皇黨嘅團體係嘛，就翻一兩個問題去發表意見，大把記者訪問佢，跟住好多報導啦。咁所以絕對咧係無需用公帑啊去推廣呢個基本法，同埋推廣親咧最慘就係香港政府越推廣啲嘢越冇人信嘅，你根本就幫倒忙係嘛？即係你話如果有一啲嘅民間團體或者好似我哋呢啲反對派去講啲嘢呢，啲人就仲比較信。咁你叫仲官方去推廣呢啲咁嘅即係資料呢，即係可以話係
即係令到市民呢即係更加唔相信。咁所以你搵公帑去推廣一啲嘅資訊係令到啲人更加唔相信嘅話呢，不如唔好做啦，係咪？咁呢啲咁嘅浪費必須要加以制止。咁你睇返佢啲計劃呢，嗱，以嗰1,600,000裏面呢，用呢個電子媒介，例如電台、電視台啊等等拍嗰啲咁嘅短片呢，就預計呢就430,000。跟住呢，通過地區舉行嘅宣傳活動，例如巡迴展覽啊，促進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呢方面呢就1,000,000。跟住就加強民間組織合作，舉辦各種宣傳嘅活動，例如研討會同埋辯論比賽，係咪？呢方面呢又另外使咗600,000。咁當然要請人啦，要成立個小組，由1名呢首席助理秘書長帶領，跟住4名人員提供支援。哇，做呢份工都悶到抽筋啦，隨時即係隨時即係我諗做做下都要辭職嘅，真係係咪？咁所以呢啲咁嘅工作呢根本就無需咁樣做，係咪？特別你而家方言自講更加冇人信。你上次李飛嚟即係講基本法嗰啲嘅問題，政府亦都唔見有人就返呢個問題帶動多啲嘅討論，加強呢一個嘅認知啦。咁所以基於呢啲理由呢，即係絕對唔應該使啲1,000,000,000，同埋我自己都成日都擔心呢，特別政府一做親呢啲嘢呢，又係利益輸送嘅。到時又唔知俾邊個團體做，係嘛？即係你講呢個盛事基金都利益輸送啦，主席。呢個睇下警務處同埋廉政公署調查結果點啦。呢啲一樣嘅啫。頭先講得食飯嗰啲問題咧，嗰啲就未必啲筆數，就係區議會搞嘅。唔知邊個議會搞，請有邊啲咩名人嚟講？哇！就有啲咩人咧？咁嗰個你離題啦。主席冇離題㗎，根本係浪費公帑啊嘛，係嘛？咁啊，呢個係明顯係一種。主席，你已經輸送的理由是構成反對的理由嘛，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就是、正確和很有論述的理據。基於這些理由呢就一定要反對。還有有關、就是、所謂的巡迴展覽呢，我查回這些資料呢，看不到他那些巡迴展覽有多少人看的，沒什麼數據交代的，這個審計署真的要看看，是吧？即係你譬如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搞區議會啲活動呢，你申請完區議會錢呢，你都要填返嗰個活動有幾多人參與，有個數字你要填，跟住呢就區議會啲資助呢亦都會有啲議員或者有啲人呢我嚟即係抽查嚟睇睇你個節目嘅實際情況，係咪？就唔係呢即係公帑使完，雖然你係由返公務員去負責策劃，但係完全冇數字呢一個嘅透露嘅話呢，呢、這個絕對並非一般政府公帑使用應有的安排和記錄，所以即基於這些理由一定要加以反對。主席沒什麼人，不如點下人吧。點人，主席，麻煩。王國興又不在這裡。